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是3月4号，礼拜四哦。那我现在在比武场这边测试这个幻歌岭跟云武姬哈，因为我现在才发现啊，这个云武姬啊，原来它是远程攻击的小兵啊，好，不是近战的哈。所以说它跟这个幻歌岭一样，哦，他们受到的伤害减免是 40% 而已，好，没有像其他的近战小兵一样是减到 60% 哈。这边有近战铁臂的话就是减 60% 嘛，远程御点的话就是减 40%。OK， 那我现在在观察，就是说它设定为远程的话，它攻速是不是也是一样慢哈？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啊。好，那攻速的话，感觉还是比这个云武姬啊，不是啊，比这个幻歌岭还要快很多。好，有差了，我觉得速度的话大概比它快 1.3 倍，好 1.3 倍。好，那就是因为它是这个远程的小兵的关系啊，所以它的减伤比较低啊，所以它的价格可能就比较没有漂亮啊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如果说你们在收这个近战小兵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一下哦。有些小兵可能就是像云武姬一样哦，虽然说它是看起来近距离在打的，但其实呢，它的设定啊，哦，它是远程的这个小兵，哦，所以减伤的话就会比较少一些，所以打完的话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弹得住哦，很容易就趴了。OK， 先这样子哦，测试完毕的，测试完毕的。云武姬的话，攻速确实是比较快。